早七点问冷暖，就在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贝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战东。今天是2019年8月22号星期四，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如今啊，很多朋友都会发现身边喜欢登山、漂流、徒步穿越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是与此同时呢，各种驴友遇险遇难的新闻也是层出不穷。对，我们节目其实就报道过很多哈，对于各种救援。其实对于那些擅自进入明令禁止的区域游玩而遇险的游客，实施有偿救援并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不但呢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且也在变成一种通行的做法，希望以此来减少游客的任性。但是与此同时呢，对于有偿救援的收费标准如何确定，又该具有怎样的法律效力，却依然是缺乏足够的共识的。比如说今年3月份的时候，6名驴友擅闯南宁啊大明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失联获救后，因认为处罚金额过重而拒绝缴纳罚款。此后虽然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处理决定，但是截至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个人是不缴罚款的。这也提醒我们啊，想让有偿救援得到更有力的实施，就必须要建立更加完备的标准和执行机制。那么如何才能够保障有偿救援制度的顺利推进，又如何才能够让这项制度既合理又具备足够的威慑力，赶紧拿出手机摇一摇，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稍后呢，我们将会对此事做更加详细的报道，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摇一摇参与到抽奖送书活动，每天我们都会免费送书。今天的节目各位还将看到以下的主要内容。暴雨袭击四川阿坝州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以致9人遇难，35人失联。黑龙江暴雨持续，宝清县劳力河一处堤坝决口，农田进水，武警紧急抢险。抚远市多个乡镇遭洪水侵袭，超过48万亩耕地被淹。中国游客大巴在老挝发生严重车祸，13人死亡。记者探访受伤乘客，伤者情况稳定，陆续转往万象接受治疗。多家饭店被取消5星级资格，重庆希尔顿酒店设备老旧，经营项目缺失，正在整改。天津被摘星饭店设施老旧，地面破损。聚焦热点事件，搜索时事新闻，一起来走进今天的新闻热搜榜。今天上榜的有这样几条新闻。第一条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第二条是自然资源部约谈多个单位强化执法监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保护天然林，建立行政首长负责制。国家卫健委表示，900余家医院将开展无痛分娩试点。我们来逐一了解。首先来共同关注本组新闻的第一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部署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确定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价措施。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证照分离，破解准入不准营。从12月1号起，在全国自贸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对中央层面设定的全部523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取消其中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等13项审批，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等8项审批改为备案，对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等60项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并对其余审批采取网上办理等优化服务措施。会议指出，发展养老服务，一要依托社区发展以居家为基础的养老服务，提供住餐、住医、住行、住节等服务。新建小区和老旧小区改造要把养老服务作为重要配套。二要调动社会力量发展适合老年人消费的旅游、养生等服务，鼓励企业生产优质适用的老年用品，大规模培养养老院长、护理员等。三要支持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加大对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补贴。四要加强养老产品和服务质量监测，严查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行为。会议确定了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价措施，一是综合施策恢复生猪生产，加快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发放，引导有效增加生猪存栏量。
二是地方要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三是发展规模养殖，四是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五是保障猪肉供应。再来看下一条，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近期自然资源部约谈五个省级自然资源部门和四个地方政府，对存在的落实挂牌督办处理意见不力、后续监管不到位、消极应对、久拖不决甚至弄虚作假等问题，明确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强化自然资源执法监管。自然资源部表示，2009年11月以来，原国土资源部共挂牌督办土地矿产违法案件89起，其中土地案件69起，矿产案件20起，涉及北京、河北、山西等28个省区市。自然资源部成立以后，高度重视挂牌督办工作，跟踪督促案件处理意见落实到位。2018年，组织对全部挂牌督办案件的处理落实情况进行了回头看。2019年进行了再核实、再确认、再督办，发现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新疆五个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石家庄、晋中、郑州、金山市四个地方政府存在落实挂牌督办处理意见不力等问题。自然资源部表示，今后自然资源部执法机构、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将不断加大执法监督力度，督促地方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严格执法督查，促进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监管。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最新进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透露，我国将建立天然林保护行政首长负责制，对天然林实行最严格的监管。我国现有天然林资源29.66亿亩，占全国森林面积的64%，是维护国土安全最重要的绿色屏障。我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20多年来，现在已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实现了全面保护天然林的历史性转折。天然林是自然界中群落最稳定、生态功能最完备、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陆地生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地位。因此，未来我国将对天然林采取更高级别的保护。在对全国所有的天然林实行保护的基础上呢，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以及生态区位的重要性等指标，确定天然林保护的重点区域，实行分区实测，建立天然林保护行政首长负责制和目标考核制。李树明强调，对天然林保护要实行最严格的管制，加大天然林保护年度核查力度，将建立天然林资源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于纳入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禁止生产经营活动，开展抚育作业的必须编制作业设计，同时利用有利条件培育大净材和珍贵树种，维护国家木材安全，对林地的占用要实行最严格的审批，对重点区域的天然林，除国防建设重大工程的特殊需要外，禁止占用。自然分娩的产痛是除了烧伤以外排名第二的疼痛，让不少产妇也是难以承受。记者昨天从国家卫健委获悉，今年将在全国913家医院开展无痛分娩试点。无痛分娩医学上称分娩镇痛，在发达国家，无痛分娩的比例高达80%以上。在我国，这个比例却只有10%左右。首批开展无痛分娩试点的医院包括具备产科和麻醉科诊疗科目的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或妇产专科医院。实施无痛分娩应由产妇本人自愿同意，由产妇本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方能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试点医院建立无痛分娩管理服务团队，加强对麻醉科医生、产科医生、助产士等相关专业医务人员的规范化培训，使其熟练掌握即刻剖宫产、急救复苏等紧急情况的处理流程，注意并发症监测和防治能力建设，建立健全无痛分娩质量控制体系，提高无痛分娩的安全性，发挥试点医院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帮扶、协作等形式将无痛分娩技术向基层医疗机构推广，
加强健康宣教，提高产妇和家属对产痛危害的认识，提高对无痛分娩的认知度。到2020年，试点医院无痛分娩率达到40%以上。媒体全搜罗，新闻再发现。进入到今天的媒体新势力，今天上榜的有这样三条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备受关注的事情。今年3月份，6名驴友呢到广西南宁市上林县大明山龙头峰探险时意外失联，经过数百名搜救人员的多方搜救，在失联之后超过96个小时的情况下，6人全部获救。随后6名驴友因未经批准擅闯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分别被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开出行政处罚罚单，每人罚款3500元。但是6名驴友认为处罚的金额过重，加上呢只是误闯保护区，因此拒绝缴纳该笔罚款。那么罚单开出之后啊，6人均申请了行政复议。就在今年的7月份，南宁市上林县人民政府是做出维持原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那么截至记者发稿时呢，已有5人是缴纳了罚款，还有1人未缴纳罚款。管理方表示，若其一直不缴纳的话，会执行申请强制执行。尽管看上去处罚很重，但是呢，这种是针对擅闯自然保护区违规进行攀登活动的处理，被罚者并不冤枉。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啊，私自违规进入景区禁区，不仅严重威胁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还会涉及救援资源的调动以及搜救人员的生命安全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即使仅仅算一笔经济账啊，被救援者支出的费用是远远抵不过真正的这个救援付出的。实际上呢，对于这类现象，公众早就开始呼吁要执行有偿救援了，许多景区也都陆续的出台了规定，向救援者收取这样的救援费用。就在前几天，四川省四姑娘山景区就开出了首份有偿救援罚单。一名男子呢，在穿越四姑娘山途中失联，救援人员经过31个小时的努力才找到失联男子并送医救治。8月17号，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报道了这件事儿，咱们先来回顾一下。接到报警后，小金县公安局四姑娘山分局立即与四姑娘山管理局取得联系，派出10名工作人员与10名当地向导组成搜救队，于8月13号9时进山搜救。在这个山上二峰山下山了，再马上进行搜寻，结果搜了一遍过后没发现这个人，又马上这同时呢，我们也是组织给管理局汇报过后，分局的我们公安分局和四姑娘山管理局的组织了第二批人，在当天下午4点过，从四姑娘山镇出发，朝二峰大本营赶过。这个是第二批搜救人员，当天晚上他们就到达二峰的大本营处，就第二天早上开始搜寻。搜救员通过搜寻员就到8月14号的下午，4点过，我们在四姑娘山指挥四姑娘山分局那个位置，当时我接到上面打来的电话，说是这个人员已经受伤。救援队员发现失联男子时，他左腿、膝盖和左脚脚踝严重受伤，头部等多个部位都有擦伤，已经不能正常行走，神志有些模糊。救援人员采取紧急措施包扎伤口后，又用了5个多小时，于14号晚9点多才将失联男子护送下山。这边我们及时又组织了一批我们这边的山上马工和的这些上级，就把他拖下来。拖下来，现在初步在卫生院检查了，对生命危险。警方透露，这名男子姓周，广东深圳人，今年19岁，独自一人来到四姑娘山，于8月12号早上5点多，趁景区管理人员未上岗之际，翻越景区围栏，违规进行攀登活动。上山后不久便摔在山坡上受伤，由于山里没有信号，无法求助，直到家里父母联系不上他，才向警方报警求助。针对周某违规穿越的行为，景区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及《四姑娘山景区山地户外运动突发事件有偿救援管理办法》，对周某给予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其自行承担此次救援行动中产生的费用3000元。此次救援是四姑娘山景区管理局自2018年9月出台的《山地户外运动突发事件有偿救援管理办法》以来的首例有偿救援。
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1375平方公里，其中四姑娘山景区对外开放只有450平方公里。景区内设计了保护区、缓冲区、核心区标识标牌，并规定凡在景区内开展登山、露营、攀岩等户外运动时，需在户外活动管理中心进行实名登记，登记时需携带身份证并和户外向导共同前往，填报信息确认无误后，便可根据户外活动行程规划购买户外活动专用门票。攀登爱好者切勿违规攀登穿越。安徽黄山景区于2018年酝酿并出台了有偿救援实施办法。今年6月，黄山景区对一名擅自进入风景区未开发开放区域被困的游客王某某进行了救援。救援累计发生费用15227元，其中由当事人王某某承担的有偿救援费用3206元。这是黄山景区首次实施有偿救援。此外，四川稻城亚丁景区2014年已率先实施有偿救援制度，西岭雪山景区也随之启动了有偿救援。有偿只是事后追责与惩戒的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能让那些任性的游客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并不是无限兜底的，不能怎么刺激怎么来。希望景区的有偿救援呢，可以给一些驴友们提个醒：救援有价，生命无价，请对大自然心存敬畏，自己遵守景区规定和景区的要求，管住自己张扬无忌的脚步，不去涉足景区的禁区。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咱们也来说一说这样一个事情，说一说有偿救援相关的话题。如何才能保障有偿救援制度的顺利推行？又如何才能让这项制度既合理又具备足够的威慑力？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第一时间的官方微博、微信参与互动讨论。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选择摇一摇当中的摇电视，摇动手机还可以进入到抽奖页面。每天我们都会免费送书，期待各位的参与。好，再来看下面一条。快递村村达解决的是乡村快递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这不仅是方便了农村居民的工作生活，同时呢，也是助乡村振兴一臂之力。但是在一些偏远乡镇，快递送到了，有些地方呢，却和城里有着不一样的待遇。不少消费者反映，取件时要加收费用。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王丽是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某快递点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乡镇快递二次收费现象很普遍，自己在往老家仪陇县寄快递时就遇到过快递网点的二次收费。韵达呀、中通呀什么的那个件儿到我们那个乡上以后，他就会进行二次收费。因为我这边之前有寄过一个文件嘛，我寄的时候我还特地问了一下，我说你会不会就另外再收我爷爷奶奶的钱啊？他说不会的，你这边都已经全部给过钱了，怎么会再收钱呢？然后我这边我爷爷奶奶过去拿件的时候，然后他那边还是收了5块钱。胡先生是成都市郫都区某快递派送店的老板，对于乡镇快递二次收费这一现象，他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有的那些乡镇村那个业务员到不到的地方，应该是超出那个服务区了。他那个送来往一次可能还得亏钱。面对偏远乡镇快递服务，快递行业的从业者们也感到左右为难。路途远，运输成本高，运量小，所面临的问题就是送一单赔一单。如果快递不下乡，就需要消费者到镇里面来取件，这又造成了消费者的不方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催生了乡村快递代收点的出现。和乡镇那些超市合作，超市到镇里面拿快递，放在超市然后那些人在那个超市取件的时候，可能会收取那个1块钱或者5毛钱的那个二次收费。如果不给钱，他就要到镇里面来取。在乡镇快递二次收费过程中，记者发现快递二次收费的主体权责不明，收费标准模糊，消费者的权益也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其中，申通、圆通、中通和韵达等快递企业在这方面的问题都比较突出。
对此，四川省消委会、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四川省邮政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已经多次约谈相关快递企业，勒令其进行整改。产生二次收费的根本原因是，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就是在揽收的前端，咱们个别企业可能这个咱们的这个费用这个体制不健全，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企业对咱们的服务深度和这个投递方式没有明示，第三个呢就是格式合同有问题，就是格式合同就是明确就是我们的投递深度和服务的这个服务的方式。国家邮政局、四川省邮政管理局明确表示，快递服务的二次收费就是快递末端的违规收费，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纠正违法行为。根据国家邮政局统一安排部署，全国邮政管理系统于八月份集中开展快递末端服务违规收费清理整顿工作，对违规收费现象开展自查自纠，加强企业的精细化管理，强化执法检查，发现问题依法严肃处理。针对乡镇快递二次收费这一问题，四川省邮政分公司率先发出承诺，在全省范围内进行自查自纠，对出现问题的网点进行整改。针对消协反映的问题，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现场检查，并督导整改落实。我们庄严地向社会承诺，我们绝不在快递末端违规收取费用，请社会大众监督。让企业拥有合理的盈利，让消费者享受更多的便利，这是一个行业良性发展的两个关键点。快递下乡免去了消费者的奔波之苦是一件好事儿，但因此而让企业亏本运营也的确不是长久之计。但这都不是乱收费、黑收费的理由。说好了只收一次费，取件时呢却要二次掏钱，这是不讲信用，是强买强卖。要收费却不明示收费标准，不经过合理的备案审批程序随意要价，这更是对市场规则、法律制度的不尊重。所以呢，不是完全不能收费，而是要收就得收得公正合理，就得收得光明正大，这才符合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好，再来看下面一个话题。近日啊，一条贵阳某小区业主暴力损坏楼中电梯，并在高空向下抛物的视频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做出这一举动的呢是一名23岁的男子，而当物业要求赔偿时，男子的母亲竟然以他还是个孩子为由拒绝索赔。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监控画面显示，一男一女两个人进入电梯后，电梯经停了几个楼层，随后男子开始摆弄电梯里的指纹机。接下来男子的举动更惊人，竟然暴力拆卸指纹机。而在此过程中，旁边的女子只是拍了他几下，并未上前阻止。当电梯到达26层打开门时，男子从电梯口将手里的指纹机扔出窗外，所幸指纹机落地时没有伤到人。经查，电梯内两人为母子关系，物业提出赔偿时，女子竟然以23岁的儿子还是个孩子为由拒绝赔偿。经警方劝导和教育，目前涉事男子家人已经赔偿电梯维修费7050元，并作出道歉。我们看到23岁啊，但是还这么明目张胆的故意损坏公共财物，还高空抛物，这种不计后果的做法的确像一个不懂事儿的熊孩子。不过呢，该负的责任您还是逃不过，而且家长的一味的袒护，最终可能只会落下更大的后果，可能会让他以后犯了错之后还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最终可能会酿下更大的错误。好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新闻，接下来是由贝贝为您带来今天第一时段的看天下。欢迎来到第一时段的看天下，我们来继续关注强降雨给四川阿坝州多地带来的灾害。这两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四川阿坝州多地发生不同程度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造成阿坝州19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阿坝州应急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情况是，截至到21号的22:57，汶川820强降雨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共造成9人遇难、35人失联、6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灾情发生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赶赴灾害现场，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武警四川总队阿坝支队120名官兵到达汶川县城。此外，武警四川总队机动第一支队600人携带专业救援设备到达耿达镇，兵分四路奔赴汶川县三江镇、水磨镇等地参与抢险救援工作。在水磨镇，山洪泥石流过后堆积了很多杂物和淤泥，严重影响交通。这个路呢，是我们水磨镇到三江主要的这个交通干线，连接国道213。那么在洪峰泥石流过后呢，就是淤积了很多的淤泥，这个木头和垃圾。那么经过抢险呢，基本疏通。目前，武警官兵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加强汛情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灾情发生后，除了武警官兵，消防救援部门也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抢险救援。在耿达镇，经过勘查，救援人员将附近一沙场选定为临时的直升机降落点，通过直升机转移被困群众至耿达镇的中小学，其中一名重伤员被直升机送往成都接受治疗。在三江镇，救援人员协助当地政府开展游客疏散转运工作，负责维持秩序、开展疏导转运物资，对部分受伤人员进行包扎固定和担架转移等工作。截至昨天中午12点，消防救援部门共转移疏散群众660余人，营救被困群众18人，搜寻遇难者遗体1具。下一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将继续加强灾情研判，进一步做好安全防护，提高处置能力，全力做好灾害救援工作。8月20号凌晨2点多，四川卧龙特区境内突发暴雨，引发山洪及泥石流，致四川卧龙特区耿达镇3000多人受伤。目前，当地的受灾群众或投亲靠友或集中安置，都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那记者也到集中安置点进行了探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耿达镇的一贯制学校的体育馆。整个体育馆的占地面积大概是900平米左右哈。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整个体育馆呢，它也是安置了有150名左右的群众。我们在现场也是可以看到，他们现在住的呢是那种标准的双层钢架床哈。那么呢，也是可以保证他们在这个受灾期间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休息。据了解，耿达一贯制学校共安置受灾群众近200人。我们整个这个学校一共安置了差不多200人，一个是在体育馆里边，还有在那边教室里边，还有我们学生公寓里边也还有少量的一部分。在耿达一贯制学校安置的大部分是受灾最严重的龙潭村的村民，以及耿达镇上受灾的一些群众。回忆起洪水来袭时的场景，不少人仍心有余悸。当时情况把人吓死了，没有是娃儿大人。一楼全部是那个冲击走完的，啥都没得了。三人为了让安置点的受灾群众平稳度过受灾期，当地为他们准备了保暖的棉被和一日三餐。我们有安排了专人来全部值守值班，引导他们，给他们提供安全的保障。昨天早晨，四川芦山县也是持续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河水上涨，农田受灾，多条道路损毁，当地各部门全力投入抢险救灾。从20号晚上开始，四川芦山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龙门镇青龙场老街因洪水侵蚀河岸，沿岸房屋有垮塌危险，当地政府部门连夜用沙石防洪带加固河岸，并挨家挨户转移居民到安全地带。芦山县芦双路、琼芦路、龙门生态旅游环线、龙门镇老大桥等路段陆续设置了警示标志，并实行交通管制。大川猴山飞瀑、龙门溶洞等景区已经临时关闭。目前，芦山县正在全力抢通塌方路段。据芦山县应急管理局统计，截至21号下午5点，芦山县受灾人口24000余人，紧急转移安置5600余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这么大的雨势，除了四川，我们来看看黑龙江也是如此。由于近期是持续暴雨引发洪水，昨天上午，黑龙江宝清县挠力河的一处堤坝决口，当地立即组织武警官兵和抢险人员前往处置。昨天早晨9点半，湍急的洪水将堤坝冲开了一个8米左右的缺口，大量洪水涌向附近的农田。由于水流过急，抢险人员短时间无法封堵堤坝。
已经无法这个利用人工进行这个修复了啊，所以我们采取方式呢是在堤坝后侧农田地方向啊加筑一道围堰啊，防止这个水回流到这个后方的农田啊，同时呢另一部分兵力约30名啊往这个南侧啊负责一线机动，发现有一些小的管涌了或者是这个漏堤了或者漫堤了，我们进行处置。昨天中午，当地防汛部门调来大型设备，在人工围堰外建起了子堤。到昨天下午3点，决口堤坝的洪水已被控制住，没有再次发生农田大面积进水的情况。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宝清县还将迎来新一轮降雨。受到降雨和上游洪水的影响，黑龙江抚远站、乌苏里江海清站水位超警戒水位。在黑龙江省抚远市多个乡镇遭到洪水侵袭，超过48万亩耕地被淹，当地紧急转移受灾群众。大概就是600-700亩地，其中那个已经被水淹没的呢，已经有是400来亩地了。农田呢已经泡在水里呢，现在大概只有是5-6天了。但是这个水位啊还持续上涨。记者从抚远市水务局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早晨8点，黑龙江抚远站水位达到41.57米，超警戒水位0.57米；乌苏里江海清站水位达到41.06米，超警戒水位0.94米。那么我们现在来到了一户受淹的居民家中，在这个院子里呢，可以看到有2个塑料大棚。那么据这个防汛人员介绍呢，这2个大棚是2个羊圈，现在呢也已经被这个洪水呢完全淹没了。一共有70多只羊呢，在洪水来之前呢也被安全的转移了。据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介绍，在洪水来之前，他们就已经通知了当地居民，做好了转移的准备。目前，抚远市各项抢险救灾工作正有序进行。据黑龙江省气象台的信息，今天呢，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南部、伊春、鹤岗、佳木斯、双鸭山等多个地市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有小到中雨。降雨的同时，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持续降雨可能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灾害。在这样的特殊天气条件下呢，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8月20号，在宁夏中卫啊，有3个人就是在黄河中央一处浅滩去捡石头的时候，遭遇到水位上涨无法返回的状况。那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巧妙利用无人机牵线搭设救援绳索，成功帮助被困人员脱离险境。在现场，消防员看到2名男子和1名女子被困在黄河中间的一处浅滩上，上涨的河水随时可能淹没河中央的浅滩。你们3个往一起站一站，往一起站，往后站一站，水流太急了，往后站一站。由于周围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在初步确定了救援方案后，先后2次涉水尝试，但都无法到达被困者浅滩位置。随着天色渐晚，救援人员决定改变救援方案。首先利用无人机悬挂牵线投送至被困者手中，被困者再利用牵线绳将救援绳牵引至被困者位置。随后，一名消防人员携带救援器材，通过救援绳成功抵达被困者位置。最终，在消防救援人员、现场民警及群众共同牵引下，3人成功获救。这两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强降雨的地方哈，一些雨势带来的一些灾害。那东北强降雨的新闻也是比较多。那近期的东北降雨是不是比往年要多一些呢？具体情况如何发展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气象主播德俏，给我们介绍一下。德俏，早上好。早上，贝贝。的确如此哈，其实在刚刚经历的8月中旬呢，东北这一带降雨是明显偏多，日照是偏少的，尤其是吉林省表现是非常突出的。那么吉林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多雨的8月中旬，日照呢更是少得可怜。那么在8月中旬的时候呢，平均的累计的日照时数大概只有30-40个小时，那平均到每一天大概只出3-4个小时的太阳哈，真的是阳光非常的稀少。那么未来呢，东北这一带呢降雨会继续的减弱，今天明天主要是以阵性的降雨为主，而且呢从周六开始到下周一的时候，东北还会迎来一段时间的晴朗。不过呢，今天在西北这里降雨会有所发展，像是甘肃、陕西、宁夏以及
甘肃、陕西、宁夏、内蒙古这一带将可能会有一些小到中雨出现。到了明天还要注意，在陕西的北部到山西的中部这里还会有中到大雨。那近期呢，我们看到北方当雨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呢，气温是处于比常年同期应该说很多地方是偏低的水平，尤其是一早一晚的时候，天气是格外的凉爽。像东北这一带需要穿一件厚的外套了。华北这一带早晚的最低气温大概只有20度上下。那西北这里昼夜温差更大了，一早一晚这最低气温大概只有15度左右。而且西北这里呢，近期雨水比较多，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气温的起伏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银川，昨天最高气温还有28度呢，今天只有23度，明天只有20度，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这样的天气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贝贝，那除了东北的雨势，这两天我们看到四川的强降雨导致灾害多发哈，那未来这个四川的天气怎么样呢？那我们先来重点来关注一下四川。那么其实今天四川在东部这一带还是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而且云南呢今天的雨水也是比较强，明天开始这一带的降雨会逐渐的减弱。比如说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哈，像是城市当中在四川这一带都江堰雅安今天还会有一些中雨的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还是要关注这一带可能会出现的地质灾害的发生。另外我们要关注的是华南沿海，未来几天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强降雨出现，而且未来华南将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那今年的第11号台风白鹿昨天已经生成，目前呢是位于台湾省花莲市东南方大概是1250公里处，未来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很有可能未来几天将会在我国的东南沿海登陆，所以大家在这一带的时候要做好提早的准备工作了。当然我们也会对台风的最新情况保持时刻的关注。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我们再来看新闻。19号，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大巴在老挝北部琅勃拉邦附近发生严重车祸。车祸发生后，我驻老挝使领馆、当地中资机构、华人华侨等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伤员救治、善后事宜等各项后续工作正在加紧推进。我们来看央视前方记者周洋稍早前发回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下午4点，中国驻老挝特命全权大使江在东与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李志功在琅勃拉邦召开了关于车祸事故的新闻发布会。江在东大使在发布会上确认，44名中国公民当中有13人死亡，31人受伤。江在东表示，目前搜救工作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事故车辆残骸还留在现场，已待老方公安部门对事故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取证。目前已经陆续有伤者被转移到万象进行治疗。根据我们在前方的了解，截至20日晚，尚有6名中方的伤者在琅勃拉邦接受治疗。我们晚些时候也探望了部分的伤者，目前在琅勃拉邦接受治疗的伤者情况相对比较稳定。我们在现场看到，当地中资机构、华人华侨、领事协助志愿者投入到了救援和服务工作当中来。老挝军队、公安、地方、红十字会和当地群众也积极地参与了救援和后续的各项工作。中国驻老挝使领馆方面与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副部长温吞率领的老方救援团队在20号进行了关于后续工作的会商。中国外交部和旅行团游客所属省份人民政府也将派遣工作组来老挝参与相应的善后工作。20号，央视记者在琅勃拉邦采访了当地收治的因车祸受伤的中国游客。目前呢，在琅勃拉邦进行治疗的伤者情况相对稳定，一部分伤者陆续转往万象进行治疗。当记者来到老挝琅勃拉邦中国医院的时候，因车祸受伤的中国游客周祥喜正在卧床休息。下了山，这个车子就这个刹车就烧坏了，就出了问题了。还好当地的抢救人员迅速的及时的赶到，还蛮快的。我到老挝来旅游的，没想到出这个事，应该真没想到。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周祥喜表示，经过在医院的恢复，自己已经可以开始下床走动了。
据了解，这个旅行团大部分成员为中老年人，目前正在视伤者的恢复情况分别在万象和琅勃拉邦进行治疗。在中老国际医院，记者看到不少当地华人自愿来到医院为伤员献血。所以我们的血型是 ABC 的血，我们就是来想献血给这个伤员中国的这个游客，尽我们的力量，是这样。据记者在前方了解到，正在参加和平列车2019联合演训的中方医疗队20号凌晨飞赴琅勃拉邦进行伤员救治和重伤员转运工作。当地中资机构华人华侨领事协助志愿者纷纷投入救援和服务工作，老挝军队、公安、地方红十字会和当地群众积极救援。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发布公告，由于在暗访检查中问题突出，全国有5家饭店被取消五星级旅游饭店资格，另有11家饭店被要求限期12个月整改。记者昨天来到此次被取消五星级旅游饭店资格的重庆希尔顿酒店，记者在酒店看到原本挂在大厅墙上的五星级牌照已经摘下，但是酒店仍处于正常运营状态。记者了解到，通告发出后当晚，包括重庆希尔顿酒店在内的重庆3家涉事企业已被重庆文旅委相关部门约谈，告知酒店被摘星或整改的原因。主要的问题，第一个是酒店的有一些经营项目的一些缺失，包括说一个特色餐厅的关闭。那第二项主要是说消防跟卫生的方面，那消防主要是说酒店的有一些消防器材会有过期的情况，那卫生的方面主要是客房会有一些浮尘，然后第三方面就是酒店的设施比较陈旧。目前重庆希尔顿酒店已经启动全面的设施服务及卫生检测和自查，研究部署硬件设施更新改造，加强团队成员培训，加强自身的检查监督。昨天下午，我们的记者走访了位于天津市的2家被摘星的饭店，到底他们目前的状况如何？我们挤到现场去看一看。我现在就在天津燕园国际大酒店，这里曾经是喜来登酒店。根据这次文旅部网站的公告，这家酒店刚刚被取消了五星级饭店的资格。刚刚我在酒店内也是看到有多处电梯都在维修，很多设施设备也已经非常老旧了。走进天津燕园国际大酒店的大堂，可以看到楼内的装修已经非常老旧，尤其走到酒店的院子，发现这里也并没有对住客启用，桌椅、烧烤设备等都堆放在了角落，水泥地面多有破损。在酒店的墙壁，记者也没有找到带有五星级饭店的标志牌照。前台的工作人员表示，该酒店今年开始就没有再参与五星级饭店评定。咱现在是五星级饭店吗？我们客人做了，今年没做新评。今年没做是吗？那我们最近就是价格有变化吗？就是都是这个价格。记者随后又来到了天津滨海假日酒店，酒店进出的客人较多，询问前台人员得知，最便宜的2个房型到周末都已经订满，酒店的墙壁四周也没有发现五星级饭店的标志牌。高级的门票已经订满了、是4星还是5星？4星。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在16号发布公告指出，在近期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的暗访检查中发现，部分五星级饭店的卫生和消防安全问题严重，服务不规范问题突出。据悉，5家被取消星级的饭店包括天津燕园国际大酒店、天津滨海假日酒店、上海御景大饭店、重庆希尔顿酒店、重庆典雅戴斯国际大酒店。限期整改12个月的11家饭店包括天津泰达国际会馆、沈阳中山皇冠假日酒店、鞍山五环大酒店、大连泰达美爵酒店、上海富豪环球东亚酒店、上海紫金山大酒店、上海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上海龙之梦大酒店、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郑州锦鹏酒店、重庆海逸解放碑凯悦酒店。实际上，在这一次公布暗访调查结果之前，文旅部已分别在今年2月份和4月份针对五星级酒店的卫生和消防问题组织了2次暗访调查，先后对全国15家五星级酒店做出了摘星的处理，同时对另外15家五星级酒店做出限期整改12个月的处理。2018年11月以来，
酒店行业就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卫生问题。在备受关注的高端酒店杯子的秘密之后，去年年底酒店行业又持续发生了经济型酒店床单门事件。在业内看来，酒店行业的卫生信任已跌至谷底。专家指出，目前行业内虽有床单、布草、卫生等相关的规范文件，但酒店乱象实际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和根治。那么卫生和消防因为涉及到就是住宿业的这个底线了、红线和底线，那确实是重要的问题。那么不规范的，那么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广泛。具体来说，包括你客房的，就是你的布草啊，就是你的床上用品等等呢，这些都是一客一换的。消防和安全呢，恐怕就是还是在软件方面，就是它的管理程序方面的问题。此次暗访中，文旅部表示将切实履行对星级饭店的行业监管职责，严格监督实施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持续组织开展对五星级饭店的暗访检查。文旅部还将联合卫生、公安、消防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健全对星级饭店的监督检查制度，并将星级饭店纳入旅游住宿业信用监管，对有严重失信行为者实施跨部门失信联合惩戒。专家表示，未来星级饭店的退出机制将成为常态。现在的话，这个就从这个国家就是文化和旅游部的这个动作来看，可能是应该说是强化了星级饭店的特别是高星级就是饭店的这个动态管理那个就是让这个退出机制的常态化呢真正能够落到实处。那实际上他就希望酒店呢，他就不能只重视创建，只重视去获得这个那个高星级的，特别是五星级的这个标牌，而那个就是说疏于这个质量的保持。说到星级酒店咱们都知道酒店的收费标准是与星级评定直接挂钩的，星级越高收费标准就越高。那对于这种软硬件条件已经无法达到相应星级标准的酒店来说，实行摘星摘牌既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督促。但我们注意到部分摘星酒店并没有因此而在价格收费上受到影响，这无疑会让摘星的威慑力大打折扣。星是摘了，但是经济利益却没有受到触动，就很难督促酒店主动去整改。在这方面呢，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更切实有效的措施。通过摘星，不光是要让酒店承受信誉的压力，更要承受经济压力。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摘星倒逼整个行业更高质量的发展。现在正值暑假，很多人都选择出游，也希望这样一次监管能让更多的酒店提供更好的服务。换一个话题，现在呢，只要到了人流密集的地方，都会发现各种品牌的充电宝特别的多。近日呢，有消费者反映多个共享充电宝品牌在悄悄的涨价，有的呢甚至从原来一小时1块钱涨到了1小时5块钱甚至8块钱。消费者是否愿意为涨价买单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在深圳做的调查。在一处零售商店门口，记者见到了两台共享充电宝机柜，扫码后页面显示可以支付99元押金或凭借信用积分租借充电宝，租金每半小时2.5元，1小时5元。在深圳酒吧街放置的一台共享充电宝价格为每小时3元。在深圳市区一家医院的大厅里，三个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机柜都是每小时2元。对于涨价一说，企业回应他们是根据不同场景进行不同定价。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会超到3到5块钱，如果一些像景点的一些人流动的比较大的地方可能会收到8块钱。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品牌共享充电宝的最高收费标准为8元每小时，主要集中在景区、口岸等人流量大、地段好但相对难进驻或难维护的区域。大部分场景中各品牌的平均租金为2到4元每小时。而在去年下半年，记者报道共享充电宝行业的相关情况时，大多数品牌的定价还是1元每小时。达到我们的盈亏平衡，可能2块钱不够，可能会包括一些招投标的场景，那我们可能会略微高于2块钱。据艾媒咨询预测，共享充电宝稳定的高频用户群体已经培养养成，过去一年有超过200万高频用户，年度累计使用共享充电设备超过50万次。在成熟的高频用户群体面前，价格的普遍上涨暂时并未对共享充电宝企业的客单量形成影响。从我们来看，从1块钱变回2块钱，其实对我们的用户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它没有达到我刚才说的用户的临界点，
他用户能够接受，因为它本来就是刚需。消费者也表示，如果大涨了就减少使用了。会有点贵吧，因为5块钱的电，那个充电宝根本就不需要5块钱的电来充啊。其实我们都说这个共享充电宝行业的发展呀，也就3-4年的时间哈。这个产品租金的价格呢，却从最开始的首小时免费，到现在的一涨再涨，提价背后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记者在走访时发现，共享充电宝多放置在商场、餐厅、医院等人流密集处。大部分的商家表示，他们一个月的收入也就几百块钱，主要是为了方便消费者。我们月收入是在200，一个月是在200块上下。张奎是某共享充电宝品牌的华南区市场负责人，他告诉记者，酒吧、KTV、洗浴中心等是他们最看重的场景，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大一点的酒吧或者说是 KTV， 流水高一点的话将近3万，甚至有的是1万多一天的。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共享充电宝多为5000毫安，出厂价大约在40到60块钱。目前为了铺市场，共享充电宝企业都是免费给门店商户安装机柜，不收任何押金。用户租借充电宝产生的费用由商户与企业共同分成。为了能进驻好的商家，共享充电宝企业会主动提高商家的分成，甚至向热门商家缴纳进场费，这就直接拉低了共享充电宝企业的利润。比如说特大型的酒吧或者说是连锁集团，那我们的进场费可能会高到几十万、300万不等。抢占热门店铺的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企业不得不提高用户租金缓解压力。除此之外，行业刚刚兴起时，大多数企业为了跑马圈地争夺消费者大量烧钱，如今涨价是希望逐步回笼资金。现在竞争的压力比较大了，而且他们又没有给到商家赋能，所以他们的进场费也没办法，也得提高，分成也得提高，所以就使他们的运营成本提高，所以他们就得通过用户端的价格提升来弥补这个成本。业内普遍认为，未来共享充电宝的收费标准还存在上涨空间，但是幅度不会很大，微调成为行业共识。我认为这个天花板就在于说，充一次电大概3-5块钱，我认为大多数用户都能接受。但是说你如果充次电让用户付出个20-30块钱，我觉得这个用户可能就很难接受了。